你是不是每次后退的时候来不及侧身，然后直接变成吊颈鬼这样打？这个主要就是你的第一步有问题了。所以每当你一启动完了以后，踏，这个时候你的左脚要往里进，一往里进，踏，这个时候你的右脚就会抬起来做一个侧身。所以它快一点的感觉就是启动进，抬右脚落地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侧身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并步往后推，直接做一个蹬转。所以它快一点的感觉是启动完推左脚，抬右脚落地，并步再打。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和我深度交流，看看这些像不像你。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和我深度交流。